这一箱风是之前试亡的那一箱，风现在也基本上起来了，全靠隔壁风箱给它交换子皮。最近温度高，蜂蜜进来还是不错的，油菜蜜已经装满，这第二张也装满。检查一下有没有王台，这张是之前放的时候带一点蜜。打开箱以后看到这个蜂王，还是不错的，感觉像是老王，因为购买的时候它显示是使用产卵半年的蜂王，也不错，就是放开以后过了第二天这张子皮已经产满，产卵还是不错的。今天检查呢主要是把里面的王台要排除一下，因为前两天把那个不产卵那个蜂王杀死，然后有几天断网，肯定蜜蜂会产生无网信息，然后会急躁王台，今天要全部排除一下。人心一沉睡，眼泪在忏悔，一个人在这个深夜里埋醉，和寂寞碰杯，空气也鲜美，为何暧昧却不对味，我无法后悔，只因心已碎，想忘记悲哀却难忘记中相随，他早已心扉，成为谁的谁，所有是是非非都已变成灰，愿面烟散无味，人早已崩溃，往事纷飞化作苦泪，伤痕累累。